哎，把那个帮我拿过来。走着。哎哎，拿着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过来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小胖，好了啊，精神点儿。出去，出去。好呀，哎，走。不动好。好，来，好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我说你早点出去，别忘了中午回来吃饭啊。哎，走，早上啊。 桂花，早啊！哎，干嘛呢？我裙子，对不起，你说，哎，过去点儿，我也等呢。哎呀，早上好啊！哎呀，你拿着它干什么呀？啊，来下来。啊，乖。好了，爸要去做生意了。去玩吧，啊，去玩。锵锵锵，要分一个呀！哎呀，秘书呢？早啊，您呢？哎，秘书，眼镜忘换了。哟。 忘了，对，哎，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说的？对了，这才配套。哎，生意兴隆，哎，您早着，走好了啊，算命了。慢走啊。哎，宝贝儿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小春，走走，在哪弄了一只鸟啊？真会不会说话呀？当然会了。 怎么说好吃吗？哎呀，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啊，胖死你啊！走走走，到别的地方去吧。就知道吃。哎，小春啊，这鸟贵不贵啊？当然贵了，还不好弄啊！我千辛万苦还花了两个大洋才弄回来的。两个大洋，这鸟挺贵。大家不了解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八哥，不但可以说话，还会唱歌的，会唱歌，吹牛。哎，不相信啊？我马上表演给大家看啊！一二三。 野上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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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野上
猪猪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虎子，给姑姑倒碗水啊，快点！噎着了吧？啊，快点，虎子。给。来来来，喝口水啊。 小胖，你爬得这么高，当心屁股着凉。下来吧，我不会问你要房租的。你妈呢？不知道。桂花，收房租了。老婆，你去啊！我去，我去干嘛？哎呀，你去啊！我去啊！哎，你告诉他，说我们没有钱交房租。 没钱交房租，你叫我去，我怎么好意思呀？你是我老公，你去呀！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！行不行？不去！好！啊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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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有你跑出来干什么？啊，我老婆叫我出来的，我就出来了。金宝，你用不着这么听你老婆的话吧？哎呀，没办法呀，天大地大，我老婆最大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废话少说。啊，没钱，没钱，我拿你的胭脂水粉来顶，快去拿。哎，别，我过两天我来挑。拿去呀！啊，我去问我老婆，你先收其他的，先收其他的。哈哈，老婆，老婆。小春，出来吧。我不出来就不出来。出不出来你？哎呀！还不出来？这次再不出来，我还泼，再泼就是开水了。我别泼啊！不出来。哟，小春。遛鸟遛到厕所里去了啊！喂，天嫂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一大早就泼我冷水啊！交房租。嘿嘿，美貌如花的天嫂啊，我知道你最有同情心啦。哎，可否宽限小春几天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哎，美丽动人的天嫂，哎呀，你就同情同情我，可怜可怜我吧。我同情你，可怜你，谁同情我，可怜我呀？我没钱，怎么还给你啊？没钱，去偷去抢去骗呢？你不是最在行的吗？我去，物业闯。听好了，天黑之前不把房租给交了，当心我把你的家当扔出去，赶紧出田家大院。好，一定。花猫奶奶。田嫂啊，房租准备好了吗？方便就给，不方便再延迟几天。啊，有。谢谢啊，您收好了。您忙。好，您慢走啊。给姐姐倒水。哦，牛，再忍耐一下，马上就到城里了。到了城里就给你找大夫啊，狗蛋儿。来，姐，喝水。给咱们写信了，娘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不会的，啊。咱们啊，把妞的病治好了，就去找你娘，啊。
你奶奶在这儿躺多久了？好久了，奶奶生宝贝气了，奶奶不理宝贝了。孩子啊，你爹呢？爹坐船走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赵宝贝。你跟我同一个姓。哎，你爹叫什么呀？叫爹。你娘呢？娘。你们住哪儿啊？在河边。奶奶，这是路上遇到的第四个饿死的。狗蛋，咱把它埋了吧。已经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如果再捡上这个孩子，日子更没办法过。哎，算了，如果让有钱人捡了去，或许这孩子还能过上好日子。狗蛋，去把我们的干粮拿过来。叔叔这儿还有点干粮，你拿着吃吧。狗蛋，我们走。爹，爹，把那个妹妹带上吧，她太可怜了，求求你，爹，我再也不喊饿了。老天让我们碰到，那就是天意啊，是老天爷让我们成为一家人的。来，跟我们走。孩子，只要有我们吃的，就绝对饿不着你啊。哎，明叔啊，你太厉害了，真是被你算到了。哇，今天早上一起来啊，田嫂就追上我，追到茅厕里问我要房租。我还好，还算给我面子。他说啊，只要我今天晚上回去能够把房租交了就没事了。嗯，是吗？哎，明叔，你再帮我算一卦如何，看看我今天生意好不好。咦，生意名门呢。哎，爷们儿，哎，这边看看。哎，我不要不要，全部进口货。哎，这还有其他的牌子。哎，我不好这个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哎，不好这个没关系。胭脂水粉，胭脂水粉啦。哎呦，命叔，早上好啊。我一爷们儿，大老爷们儿，你给我这干嘛？啊，对对对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个你不要。爷们儿，这个东西你肯定要的，这个是很难找的，这个是从皇宫里面弄出来的。你看看，看一看呀。在哪儿呢？哎呀，喂，喂，
哎，快走啊！金宝，你别搞了，我做生意呢。哎呀，嘘什么？敢卖给我们假烟？要点什么？你卖我假烟？别打电话！二杠子！我不行啊！哎，别抢我东西啊！哎，把东西还我，东西！把眼睛放亮点，再让我一拳打断你腿！小心点，你！他打死你！走！走！燕子，收假烟！走！那该打还是燕子？活该！这么回事？那真活该了！哎，走走走走！抱紧抱紧抱紧！算了啊，别看见他了。飞来横祸！哎呀，命叔，你怎么不早点丢我嘛？测字起名算流年，铁口之算，铁口之断。哎，小春，哎，这个可是我的，我丢的哦。你丢有什么用啊？我又不是女人。哎，哎，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？真是好心没好报。飞来横祸。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？哎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法兰西进口的胭脂水粉呐、啊！太太、小姐、姑娘、女士们，赶快来看一看，先买先得喽！哎，法兰西进口的胭脂水粉啦，赶快选一选喽！哎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先来先得。新鲜的蔬菜，哎，姑娘，你看。这菜多新鲜啊，买一点吧。那好吧。这么新鲜。那我要点。要给我便宜啊。请问最好的。哎，这附近哪有医馆呢？哦，真倒霉。你找医馆啊？一大早就碰到这样的事。你孩子病了？是的。医馆啊，我不知道哪里有啊，我不知道。那怎么样？要不你再问问别人吧。好的，谢谢了啊。算倒霉。我得找回本钱来。哎，老哥，进城来看病啊？哎呦，一看就知道你闺女病得不轻啊，得赶紧看大夫去啊，不然孩子的病啊就要给耽误了啊。是啊，请问这位小哥，你知道哪有最好的大夫吗？这个啊，那当然是吴神医了。那个才叫做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吴神医啊，那他在哪儿啊？我看你是第一次进城吧？就算我跟你说了，你也找不到的。你还是要告诉我，要不然我怎么带孩子去看病呢？哎，我老娘常告诉我，人呢要日行一善。我今天还没做善事呢。好了，走吧。我呢就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上天。谢谢谢谢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狗蛋，我们走。哎，等等等等。啊，不对呀，你带这么多小孩去看病，他那边很多病人的，万一……传染给你小孩，那不就更麻烦了吗？要不这样，你先让你的两个孩子留在这里吧。行行，狗蛋，爹带姐姐去找大夫啊，你们两个留在这儿，千万不能乱跑啊。不能乱跑，听到吗？听到了。黄梅听到了吗？我抱他去啊。好好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就是这里了。哎，小哥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我还真找不到这个地方。没事没事，谢谢了啊。哎，老哥，你可千万要懂看病的规矩啊！哦，你第一次来肯定也不懂的。嗨，好人做到底了。你的看病钱呢？看病钱？有，在这儿。哦，在这里是吧？那好，我帮你。这个医生啊，脾气很怪的。你如果看完病就这样给他。他会很不高兴，但是如果你像我这样用块红布包着再给他，他就很开心了。一会儿啊抓药的时候会多抓些给你的。来来来，赶紧拿着。谢谢小哥，里边人很多的，赶紧进去吧。谢谢谢谢。没事，进去吧。来，快点呀。哎，下一个。哎，来了。这孩子他怎么了？大夫，我女儿这两天一直高烧不退，您给她瞧瞧。
我女儿她怎么样？这孩子病得很重，能不能治好不好说，如果不治的话可能没几天好活了。啊，这大夫，你一定得想办法救救我的女儿啊。大夫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啊，看房子。大夫，谢谢。大夫，看房子。抓药去吧。小哥，麻烦一下啊！大黄一两，黄芪一两。药好了，大洋三块。来，小哥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了啊。谢谢。你耍我们呢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的钱呢？我没钱抓什么药啊？走。糟糕，我被骗了。这位小哥，求求你们了，行行好，能不能先把药赊给我？我回去马上凑好钱还给你们。没钱就不行，走，快走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我女儿的病得很重，麻烦你们先把药赊给我。我求求你们了。废话什么？快走啊！快走！小哥，走啊你！走！我求求你们，小哥！大夫，出去！我求求你，行行好吧，大夫！大夫，走！大夫，我求求你们了！出去！哎呀，行行好吧，我求求你们了！滚！哎呀，我求求你们了！真是！我求求你们了！叫你快走啊！这个孩子病得很重，能不能治好不好说，但要是不治，可就没几天好活了。要是再不治，可就没几天好活了。要是再不治，可就没几天好活了。谢谢你们，我会还钱的，我一定会还钱的。放下，该抢药，快抢啊！抓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该抢药，求求你们！哎呦！乱跑的，宝妹不看，我不看。走过路口不要错过嘞，看一看了。多谢各位捧场，大家快来看，大家快来看，多谢各位捧场。来，谢谢，扎扎实实的铁头功，谢谢，人头拼砖头，多谢，扎扎实实的铁头功。嗨，砖头砸人头，人头碰砖头，铁头功啊。江湖一流，走南闯北的，浙江、哈尔滨、香港的，都过来看一看啦！扎扎实实的铁头功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啊，给我开一下。足足。谢谢大家
去买个饼啊，别跑远了啊，早去早回啊。快点快点快点，好，抓一锅抓一锅，来来来来来，下面就由爷爷来为大家表演铁头功，扎扎实实的功夫。哎，大家鼓掌，大家鼓掌。看到没有啊，大砖头，哎，结结实实的大砖头，下面给大家来一个啊。好，大家鼓掌，大家鼓掌。马上就要开始了啊。嗨，砖头砸圆头，圆头碰砖头，今天让大家看看真正的铁头功啊，扎扎实实的功夫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鼓掌，马上开始。好，大家来一个，大家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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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鼓掌鼓掌，真不错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混！呀！蹲！这钱漂亮啊！还能流血？没事没事，流血不怕啊，因为有我们张家神奇的止血膏。哎哎，看看看看啊！止血膏，看看啊，看看，来，怎么样？不流了吧？啊啊，不流了吧？神不神奇？啊，神不神奇？哎，神不神奇？你看你看，哎，神不神奇？啊啊，不流了吧？神不神奇？哎，神奇吧？好，就是啊，哎呦，神奇神奇，真神奇！哎，这就是我们张家祖传的跌打药啊，这是药酒。我要我要我要，止疼药膏啊，给我哎，五个铜板，谢谢，谢谢。治姐姐的病一定有用。谢谢谢谢。喂，你干嘛？小偷，抓小偷！抓小偷！不要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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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抓小偷啊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小偷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阿姨，我可以吃吗？可以。只给你舔一下哦。祖宗，祖宗，哥，这谁家的孩子啊？不晓得。我先回去了啊，你在这等虎子，一会儿自己别乱跑，要不你又找不着家了啊。小妹妹，你也赶紧回家吧，天色不大好，一会儿下雨喽，啊。走吧，祖宗，我先走了啊。哎。我抓住你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还我药酒！你站住！你个臭小偷，别让我再碰到你！哎，姑姑，我爹呢？他说他先回家，要我在这儿等你，然后你带我回家。那咱们走吧。哦，那他呢？他是谁啊？别理他。她是那个小偷的妹妹，咱们走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你别吃了，快走吧。你怎么跟来了？小妹妹，别哭了啊！不哭啊，乖。那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
走，走吧。狗蛋，狗蛋，宝贝，狗蛋，宝贝，狗蛋，宝贝。哎，大姐，有没有看到刚才有两个小孩在那儿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那个男孩头前面有一缕头发的，那个女孩穿了一件碎花布的衣服，还有那个扎两个小辫大大的眼睛。嗯。爹，宝妹，爹，宝妹，爹，宝妹，爹。哎，这位小哥，啊，有没有看到两个小孩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？没看到。哎，这位大爷。有没有看到两个小孩啊？没看到。那谢谢啊。没有。狗蛋，宝妹，狗蛋，宝妹，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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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妹。狗蛋，宝妹，狗蛋，狗蛋，狗蛋，爹，狗蛋，不是不让你们乱走的吗？怎么又乱跑了呢？啊，宝妹呢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我问你，宝妹呢？啊，说话呀！我不知道。你，哎呀，哎呀，还不快找！宝妹，宝妹，到前面去找。宝妹，宝妹，小妹妹，你别见怪啊，我姑姑她就这样，你快点吃吧。哎，小妹妹，吃吧啊。你不吃了吧？你给我吃吧。姑姑，人家还没吃完呢。我没吃饱。哎，来，不着急啊，慢慢吃，吃饱了去歇一会儿啊，等雨停了，叔叔就带你去找爸爸和哥哥去啊，乖，吃吧，吃吧啊。祖宗，小妹妹吃啊，吃，哎，吃吧。给我吃一口，行吗？就一口。哎，祖宗！啊，不哭不哭不哭啊！来来来来，不哭。哦，你看你。哎呀，姑姑，你看你咬到人家手指头了。乖乖乖乖，不哭啊，祖宗。不哭不哭啊！爹，你说煎药和药酒哪一样比较管用啊？啊，药酒是指跌打损伤的啊。你姐姐的病啊，要服用煎药才管用。
狗蛋，照顾好你姐姐，别去找宝妹。宝妹，宝妹，哎，先生，对不起，问一下，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女孩，大概这么高，梳两个小辫子，穿一身碎花布衣服的？没看见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啊！宝妹，哎，先生，请问一下，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女孩，就是这么高，扎两个小辫子的，这么高啊？没看见。谢谢了。哎，先生，请问一下，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女孩扎两个小辫子，大概这么高，穿一身碎花布衣服的？好像见过一个啊。对，没错，刚才下雨前，我看见她跟着卖跌打酒的大个的儿子走了。跌打酒的儿子？那他们住在哪儿呢？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他们住在田家大院。哦，前面那条路。哎，对，田家大院是吧？哎，谢谢，谢谢了。哎，大婶，大兄弟啊，你找谁啊？给你打听一下，那个卖跌打酒的大个儿在哪儿啊？哦，那家就是。那儿啊。哎。啊，谢谢。谁呀？哎，找谁啊？啊，不是你呀、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这个骗子，还我女儿的救命钱了！哎呦，大爷，你认错人了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求求你了，还我女儿的救命、救命钱呐！我你这，哎，这，你别跑啊，别跑！给我，哎，别跑，别跑啊你！哎，金宝，你别跑！金宝，快救我啊！有人在追我，金宝，站住！哎，我的毛蟹！别跑！别跑！哎呦！站住！你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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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！别跑！你好好说呀！站站！哎呀！站住！你真的别跑了！我不行了！哎呦！我走了！哎呦！喂！喂！哎！哎呦！小春，你怎么样了？哎！闪开！让开！哎呀，我的脚啊！哎，别跑！喂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跑到我们大院来采野？还钱！还我钱！快还钱！大哥，你真的认错人了，我不是。你扒了皮我都认识你，还钱！还钱！我没拿你的钱呢，我可以发誓啊！如果我拿了你的钱，我出去被球砸死！你可恶！还我钱！打人了！好，干什么？别跑！你快抓！还钱！别跑！你跑啊你！怎么回事？干什么？拉我！你干什么？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有话好好说。你不能打人吗？骗子！哎呦，别这么激动啊！死小春子，要打架你到外面去打，干嘛把人招到我家里来打？砸坏了东西怎么办？伤了人算谁的啊？这人谁啊？哎，杨东走，东走，准是小春又骗人了。哎，你们别听那人说嘛，人家要小春还他救命钱。你瞎说什么？小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，骗子，还我钱！骗子，少啰嗦，敢到我们田家大院来打人，你以为我们院的人好欺负啊？没那么容易。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带女儿去看病找大夫，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吴神医，结果把我带到一家医馆，用红布包骗走了我给女儿看病的救命钱呐、啊！喂喂喂，骗子，你别乱讲啊！你说就是了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是啊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证据，我的证据就是我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了，在医馆，我们在医馆看病没钱付账，我给她打得快要半死了。你要是没骗我的钱，你干嘛？你干嘛跑到二楼，从二楼往下跳？你不要命了？啊！小春，把钱还给人家。我快给呀！你呀，你看看少不少？不少不少了，我还没来得及花呢。哎呀，小吃小吃，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啊？我错了错了吗？大兄弟，对不住啊，我没问清楚就打了你，对不住啊。爹，宝妹，爹，宝妹。
儿子捡回来的。宝妹，你急死爹了。哎呀，大哥，谢谢你了，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啊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啊。谢谢了。兄弟，你就别客气了，这件事啊全是小春不对，害你受罪了。我错了错了啊。我叫张大个，院子里都喊我大个。其实我自己也挺喜欢这个名字的，你也就叫我大个吧。啊，好。哎，你那个生病的女儿呢？我倒认识一位大夫，医术不错，要不我带你去瞧瞧。啊，我带你去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。大夫，你这孩子以前一定得过什么大病，怎么这么虚弱啊？可得好生调养啊，要不然一点小病就会要了他的命啊！